我是徐爸，我是徐娜，这是徐卡。今天是我们参加大声朗读的第62天。今天是我们参加大声朗读的第62天。好，谢谢。我看夏天是个娃娃。夏天是个娃娃。夏天是个娃娃，夏天是个娃娃。说笑就笑，说笑就笑。满脸堆花，满脸堆花。说哭就哭，说哭就哭。泪水哗哗，泪水哗哗。难怪妈妈说，难怪妈妈说。夏天像我。夏天像我，我也像他。我也像他。第二遍，夏天是个娃娃，夏天是个娃娃，说笑就笑，满脸堆花。说笑就笑，满脸堆花。说哭就哭，泪水哗哗。说哭就哭，泪水哗哗。难怪妈妈说，难怪妈妈说，夏天像我也像他。夏天像我，我也像他。好的，我们来读一首新的梳子。梳子。妈妈用梳子。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，梳着我的头发，我也用梳子我也用梳子，梳着妈妈的头发。梳着妈妈的头风是树的梳子，风是树的梳子。梳着树的头发。梳着树的头发，船是海的梳子，船是海的梳子，梳着海的头发。梳着海的头发，好，再来一遍哈。妈妈用梳子 妈妈用梳子梳着我的头发，梳着我的头发。我也用梳子。我也用梳子，梳着妈妈的头发，梳着妈妈的头发。风是树的梳子，风是树的梳子，梳着树的头发。梳着树的头发。怎么样？船是海的梳子，船是海的梳子，梳着海的头发。梳着海的头发。好的，来复习一下这个民间童谣。屋里点盏灯，屋里点盏灯，我俩。哎呀，屋里点盏灯，屋里点盏灯，灯旁是个坑，灯旁是个坑，坑里打根钉，坑里打根钉，钉上拴只鹰。钉上拴只鹰。忽然刮暴风，忽然刮暴风，刮灭了灯，刮灭了灯，刮平了坑，刮平了坑，刮掉了钉，刮掉了钉，刮飞了鹰。刮飞了鹰。再来一遍吧。屋屋里里点点盏盏灯，灯，灯灯旁旁是是个个坑，坑。坑坑里里打打根根钉，钉，钉钉上上拴拴只只鹰。鹰。太快了！突忽然然刮刮暴暴风，风，刮刮灭灭了了灯，灯，刮刮平平了了坑，坑，刮刮掉掉了了钉，钉，刮刮飞飞了了鹰。鹰。棒。
啊，你看你要的一竖来了啊，一竖的最后一段。啊，一竖，北岛，北岛，在我和世界之间。在我和世界之间，你是鸿沟，是池沼，你是鸿沟，是池沼，是正在下陷的深渊。是正在下陷的深渊。你是栅栏，是墙垣，你是栅栏，你是墙垣，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。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，好的。图案，图案，在我和世界之间，在我和世界之间，你是鸿沟，是池沼。你是鸿沟，是池沼。是正在下陷的深渊，是正在下陷的深渊。你是栅栏，是墙垣，你是建栅栏，是墙垣。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。你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。好，五段啊，五段一竖就全部到这儿了。下次可以连起来读。我们接下来读一个。小朋友写的诗，这个小朋友叫江二曼，啊，对。不知道写这首诗的时候几岁，他2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，乱写诗了。诗的题目叫《我荡秋千的时候我荡秋千的时候，》。我荡秋千的时候，我荡秋千的时候，看着天空，看着天空，总觉得我一荡，天空一摇。总觉得我一荡，天空一摇。天空像是一个摇篮，天空像是一个摇篮。大树一大一小，大树一大一小，楼房一近一远。楼房一近一远。哎，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读一下他的诗。再读一遍吧。我荡秋千的时候，我荡秋千的时候，看着天空，看着天空，总觉得我一荡，天空一摇。总觉得我一荡，天空一摇，天空像是一个摇篮，天空像是一个摇篮，大树一大一小，大树一大一小，楼房一近一远。楼房一近一远，远。远，对。好的，我们来再读一首新的现代诗吧，很短，就是一代人一代人，节选的一段，作者是顾城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我去用它寻找光明。你看。很简单，大家好。再读一遍吧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好闭着的，眼睛读了，闭着大黑眼睛。哦，今天还有一首那个现代诗啊。这是《飞鸟集》的第276首，作者是很有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，翻译是冯唐。这是我们读过的啊。白天的活儿干完啦，白天的活干完啦，我的脸藏进你的臂弯，我的脸藏进你的臂弯，妈妈让我。做梦吧，妈妈让我做梦吧。再来一遍吧。白天的活儿干完了，白天的活干完了。我的脸藏进你的臂弯，我的脸藏进你的臂弯，妈妈让我做梦吧。妈妈让我做梦吧。
今天有几首现代诗，今天再读一个一首新的诗经啊，这首诗经题目叫桃夭。桃夭选自诗经的周南篇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，宜其室家，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有逢其实，有逢其实，之子于归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，宜其家室，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，宜其家人。好的，晚上我已经好像差点读成票之夭夭。再来一遍吧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灼灼其华，之子于归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，宜其室家，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有逢其实，有逢其实，之子于归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，宜其家室，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哎，宜其家人呢？宜其家人。好的。好好好，我们诗经读了啊，复习一下昨天读过的这首《旅夜书怀》。《旅夜书怀》，唐·杜甫。唐·杜甫。细草微风岸，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，危樯独夜舟，星垂平野阔，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月涌大江流，名起文章著，名起文章著，观音老病休，观音老病休，飘飘何所似，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，天地一沙鸥。好的，再来一遍吧。细草微风岸，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，危樯独夜舟，星垂平野阔，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月涌大江流，名起文章著，名起文章著，观音老病休，观音老病休，飘飘何所似，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，天地一沙鸥。那的第一沙鸥。哦，还有一分钟，我们可以复习一下《乐游原》。乐游原，唐·李商隐。唐·李商隐。嗯。向晚意不适。向晚意不适。驱车登古原。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只是近黄昏。好，
今天的15分钟就到这儿了，念读了很多新的诗啊，我们以后会慢慢复习的。我们来到最后，今天我和132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我很厉害。你呢？我控制了这只小怪兽。努卡，努卡，你觉得你很？我觉得我很，我玩的太疯了。太疯了，我觉得我很，我玩的很疯。好。